这里的天气跟马来西亚一样。哇哦，这个车好帅！哇哇Morning， 现在早上7:30，准备要出发去菲律宾马尼拉。我们的飞机4个小时后，飞了差不多10小时左右。到了，已经相隔很多年没有来菲律宾了。下一次去是去长滩岛。哦，我们就来这个 Watson's Malaysia Group。Okay， welcome to Manila。这个是他们的 welcome 项链，蛮不错的吗 ？Hi。How to say hello in Philippines? Kamusta. Kamusta. 他讲什么 ？Kamusta. 我是 Star. Oh, hello. Dennis here. Hello. Hello. 马不拍，马不拍。我们另外一位，我们的 Perry。哇，他的颜色跟我一样了。喂。喂，我们summer gang。哇，你有睡到吗？没有，有，我从那边没有醒到，不是没有醒到，没有醒到。All right， 我们现在去拿行李。Okay， 我的 lucky。Okay， 我们现在出来了，这里的天气跟马来西亚一样。很冷啊，我穿外套。出来，这里有卖一些吃的。那我们现在前往我们的巴士。Okay， 上巴士。我现在应该是要去吃东西，吃午餐。OK， 我们到了吃饭的地方。有我们的第一餐，有这个 seasoning mango seasoning， 还有这个是 green mango eggplant salad， 然后这个是 kari gulai， 还有这个松。三个帅哥在这边，自己抢自己帅。然后对面的不帅。啊，有唱歌吗？哇，好火热！哇哇，怎么的？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现在吃饱了，我们要出发去那个 Bonifacio Global City。Shopping mall, yes. Shopping mall. 马来西亚没有 shopping mall 的吗？yeah，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 Bonifacio Global City。OK， 这里进去要查你的包包。哇，这个 shopping mall 全部都是这个灯。他们从9月1号开始。圣诞节到1月1号，菲律宾人。对咯，因为菲律宾蛮多 Christian 的。我们到了菲律宾的 Watson， 欢迎我们。OK， 所以我们现在在 Watson Store 里面，他给我们一些 voucher 来 shopping。OK， 买了很多日常用品。像我们等我们买完东西，然后我们就去下一个 location。哇哦，这个车好帅，像印度的感觉。现在这么快就到了晚上，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做 market， 其实没有很晚吧，6点钟了。真的，然后这里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我想象中东南亚的国家的 feel 咯，它好像混合泰国啊、越南啊、印度尼西亚啊、马来西亚啊，所有的那种味道都会在菲律宾看到。这里有卖一些首饰啊、钱包那些啊，基本上呢，那马克都是大同小异来卖的东西，无论你在什么国家，我觉得啦。现在呢，我就进这个 Fiesta Market 这边的一个 mall， 就是一般的 shopping mall 咯，吃的、用的，还有人在这边唱歌。OK， 现在呢，我们又回到这个。BGC Mall， 我们去吃晚餐。听说这一家 restaurant 呢蛮有名的，叫 Kashmir 印度餐。Yes， 印度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菲律宾吃印度餐。我们就跟着他们走。Yeah， 就是这一家 Indian restaurant Kashmir。Hello。Welcome to Kashmir。我看看里面。其实我们跟团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来这些，我们对。包场，然后平时我们也不会来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如果自己来走来讲的话，一定是会去一些路边小吃摊啊，然后走走停停看看啊，然后这个就来体验一下。美食时间。
铁就拿了一点这个 nasi biryani。 好了，刚吃饱了，现在呢我们去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mall。 这个 mall 呢，它的设计有点像威尼斯的感觉，它叫 Venice Grand Canal Mall。 它这里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我上网看它里面呢有那个河这样子的，像威尼斯的感觉，可以坐船的，然后又有灯，很漂亮。哇，上面是露天的，然后这样子，然后这里是一个人造河，然后前面有人划船啊，就是那个威尼斯面具狂欢节。然后这里这样走其实蛮舒服的，然后它就是很多店面在它的四周，有吃的啦，有逛的啦，是一个如果你们来马尼拉来说的话，你们可以来这里啦。 OK， 那现在呢是时候回酒店休息睡觉。 Morning， 现在是我们第二天在马尼拉。 OK，然后昨天回到酒店太累了，就直接睡着去了。我们真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早上八点，我们现在要去马尼拉西湖。OK， 我们现在到了其中一个地方，然后这里是庙，他让我们去看看。所以在菲律宾呢，也是有不同的信仰，像是佛教啊、基督教啊、回教啊都有。然后这里是一个庙，还蛮和谐。还有 Christian 在里面，然后这里附近呢，旁边都是以前他们的坟墓，就是华侨坟墓，还蛮大的。OK， 现在来到了 Pinanco， 也就是全世界最老的这个 Chinatown， the oldest Chinatown in the world。 我们现在是进来它的这个 mall 这个广场，然后他们说是要去 museum， 他们在听中国历史。这里就是他们的 museum， 哇，对他们来说 church 很重要。可以带大家看看，这里就是他们的钱，然后这个就是类似杂货店吧。我看到有就是你看啊，毛笔啊、粉笔啊、铅笔啊这些。哇，看来肚子饿了。哇，饼干。然后这边有草药，你看，这不是草药。是吗？这个是冬菇，这个是西兰花，这个是丁香，你可以闻了，很香了。来，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五我数二十五个里面，你最需要是这个什么来的？没有要一哦。走开啊你。OK， 现在我们来到了应该讲说是 Southeast Asia 最大的 mall， 它叫做。Mall of Asia， 然后对面这里也是有 mall， 前面也是有，大到里面有擂台哦。Morning， 现在到第三天 ，OK， 我们现在去这一个地方叫做 San Pablo。OK， 现在我们是在他们的 R&R 开会的 R&R， 现在是给我们 break 一个15分钟，上厕所啊，买咖啡啊，然后再继续入厨。OK， 经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到了这个 San Pablo City。 现在我们要去它的那个 museum， 需要往这个楼梯走下去。观赏古物时刻。下雨，然后现在我们到了那个在瀑布水上吃东西的地方。由于天气真的不作美，一直下雨，所以我们应该去不到那个 waterfall 那边吃了。本来我们在那个 waterfall 那边吃这些，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吃。One, two, three. 哇！我们的午餐。哟，昨天呢就一直下雨，然后今天是 day four， 我们本来要回的，要开开心心的，结果因为台风来袭，我们没有办法回。然后我们现在是收了 luggage， 然后不知道要 check out 还是怎么样，我们在等着旅游局那边的 information。延迟一天回家。OK， 好啦，因为最近都没有什么东西拍，然后一直下雨，然后我们又回酒店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来到 last day， 就是我们终于可以飞了，在今天。Yes!要准备回去就结束这一趟的菲律宾马尼拉之旅。好，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